大家好，我是陈信安，今天要带大家来看我 GM 生活的一天。然后一早就是要先送小朋友来去学校上课。Let's go。出发不等你们哦。这个是。是否娜塔莎？妹妹。然后她是。我是 Felicia。Felicia。Felicia。很难念。姐姐的绰号叫什么？丸子。丸子姐姐。那你们有同学以前是有看过爸爸打球的吗？以前知道有这个人，但是应该是没看过。这个人。这位神人，对，还是有人的爸爸妈妈是有看过他老师吗？老师比较多。没有。什么？可以啊。没有，拜拜，再见。祝你有美好的拜拜，谢谢喽。Love you。好，我就 Love you。Love you。拜拜，再见。拜拜。太狠了，心啊。妹妹就是这样啊，装酷。哎，送完女儿回来，我现在开始要准备去运动咯。那可以开始啊。我没有，就直接开始啊。因为我早上就是这样。好，就早上。送完小孩，然后我就会开始做我的训练。然后通常早上就会是我最邋遢的一天，最像我的样子。对，好，那我开始训练了。今天训练菜单是什么？我每天破音哦，每一天训练的东西都会不太一样。然后有的时候会休息，因为还是会累。然后像昨天是跑步心肺，然后今天是想要做重量，对，就做一些。维持自己身体基础代谢的力量，对。我自己会一边训练力量，然后一边按摩，一边伸展，就也不要浪费时间。对啊，时间宝贵有限。然后我没有讲话的时候，你们就开始自己训练了。对啊，也不要浪费时间啊，大家一起来。如果老婆跟你同时掉到水里，你的两个女儿会先游泳？啊，跟我就知道会有这个问题，所以先让他们学游泳。这太跳了吧？哎，对啊，想不到，不是啦。你有认真陪你女儿追剧？你有发吗？那女主角叫什么啦？忘记了。啊，洛伊，魏璎珞啦，魏璎珞啦，对。我只知道那个富察傅恒，帅哥啊，帅哥。对。女儿几岁可以交男朋友？都可以啊，行。跟我讲就好了。所以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他是有一天晚上跟你说把我叫男朋友。先跟我讲就好了，对。就不要说回来说，我要结婚了，不要这样。就是说，有什么男生喜欢的都可以，对，可以开放。除了篮球，还会看什么体育？足球、高尔夫球。你是剪头发是几月几号？今几号？1月13，1月11哦，1月11，那才刚剪啊，一个礼拜，
最慢一个，最快一个礼拜，最慢两个礼拜。我都剪旁边啊，对啊。啊，看不出来这样有剪头发吗？你以前有看过七龙珠吗？有啊。你现在是达尔的发型吗？达尔是这个发型吗？达尔很帅、欸，达尔他那个都会分那个一撮一撮一撮，那超帅的。你一天会喝多少水？我喝很多茶跟咖啡跟运动饮料，但我不太喝水，或者是有味道的水或气泡水我喝。对，不喝白开水。我喝白开水不多。对，好，开始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们就好。现在也是那个休息五分钟哦，我只是休息时间我都会把握，啊，时间很宝贵，不要浪费。那你最近追的一部剧是什么？你们的问题真的好跳啊！我想一下，最近都在看动漫的。动漫？看那个、Spy Family。哦，对。阿尼亚，对，阿尼亚。啊，你也超可爱的、啊，真的超可爱。有没有想起让你回想起女儿小时候？我都陪我女儿看啊，你啊，对，还有什么？之前 Tokyo Revenger 是不是？嗯，东京复仇者，很好看的。大家有看那个咒术回战？对，咒术哦，好，速弹是好看，好看。我真的觉得我找到知音呢。啊，对啊，啊，最早是看火影嘛，对。结印来一下，结印，结印啊！不行了，我这个年纪结什么印啊？我变年轻。结婚纪念日是几年几月几号？一月六号。2008一月六号，对啊。你觉得自己几岁的时候最帅？打球的时候，我觉得打球的时候就是最专心的时候，嗯。但我没有说我现在不专心，我还是很专心，很认真的，认真的。灌篮高手里面最喜欢的角色？都喜欢欸，因为那每个都超强啊，宫城、仙道、流川枫、山井、樱木。那你觉得哪个人个性最像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样啊。其实最喜欢的是晴子，但你不好意思说。对，喜欢啊，喜欢啊，对，喜欢晴子啊，对。没有打篮球，我觉得还是选手吧，应该，但就不知道是什么球类。对。那如果不打篮球，就是你扣掉这个运动项目，你最想当哪一个职业选手？高尔夫现在最想当高尔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运动员都喜欢打高尔夫？很难呢、欸，超难的。比打篮球还难。心理建设比篮球还难，嗯、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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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很多，对啊。篮球是动态的，高尔夫球是静态的，然后你要把静态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完成，确实比动态的难很多。因为动态里面其实会发生很多的失误，是我们会看不见的，因为时间一下就过了，大家就觉得没失误。可是其实里面有很多执行的错误。可是动态的东西，静态的东西静在那边，你要把它完成，所有的失误都会呈现，就是你的思虑、策略、执行，然后判断。是不是很难？怎么听起来好难？很难啊！欸、心理建设要很强，对啊，比发球难呢、啊。比关键发球还难吗？一分落后的时候？我觉得比较难呢、欸。那就排一个台南最强先发阵容，从历年起来，不限年纪。不行啦，还有那种很前辈的前辈的前辈。从我，志杰、田磊、小鼎、学林，我五个这样。你说从我之后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他们都比我年纪都比我小啊。我、哦，那、啊、你们可以先去吃早餐。那个山下刚好停停车那边左边有两家早餐。
Yes。好。好。好。以上就是我今天早上的重训菜单。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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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忍住这个喘。累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早上的训练菜单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去上班，然后第一站我们先出发到球队 ，Let's go。所以刚刚都是平常是你女儿当 DJ， 对，他们要负责播音乐，他们的歌舞都不同，都他们是韩那个韩流，我喜欢。那、啊、你们会不会录到后面昏倒都没吃东西？安哥，你之前遇过最疯狂的女粉丝是她做出了什么样的行为？以前会那个会追车，追车。之前比赛会，他们会好像自己的车还是计程车，然后就一路追追追追到我们宿舍这样。你们就是偶像。就安哥，你太谦虚了。我想真的、啊。哦，那车怎么这么多？富察傅恒的姐姐是富察，容音啊，就是皇后啊，是不是？我觉得那皇后很漂亮，对，真的超漂亮，我觉得她超漂亮的，她是有气质，对，很有。她年纪不是也蛮大了吗？对，怎么这样讲？好像跟我差不多，哎，我要说她保持得很好，对，很有气质，对不对？到底是谁？他死后不是魏璎珞？我要回想一下啊、哦，他。我跟你讲，我就连就算我想到那个脸，我也想不起他的名字。对啊，这妃子太多了。那你形容他长怎样？是不是什么贵人？不是，不搭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你公布答案好了。贤妃啊。啊？原本他是好人，然后后来转黑的那个。哦，对，有，我记得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准备来球场看球员练球，然后帮大家加油。这也算上班吧？没有，就日常啊，也没有上班，来看看球队训练。196公分还是198？198。哈？195点多吧。那为什么小时候看那个 SBL 的秩序册上面那些都是写198？都很写的。统称198。因为我当兵啊，因为我那一年当兵是195.8，不用当兵。然后我去两个车只有195.5，差0.3。快打球可以这样打，对对。坦白说，我真的没有看过安哥打球。那其实我平常以前是看田磊的，我是田磊粉，有在看篮球，所以会知道就是安哥这号人物这样子。老板有时候也会开玩笑的，就是说，我每次去梦想家的时候，不要假借公司哦，都在看什么磊哥之类的。
谁加码？我没有啊。自己加码？屁啊！那是乱讲，那是乱讲。加码了？你没加码，我不拍了。没有啊。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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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走了、啊，回家吃饭啦、啊。十二点的可以吃饭了，你要投篮可以，但投进球见好就收，收工。Elevator， yes， elevator， 然后是 multi function， yeah， 然后这个是 equipment， 英文叫师哎，干嘛？英文叫师。哎 ，Andy， 你还会听其他？你会国语、英文跟什么？法文啊，法文，法文也会。问题是什么？哎，走了。Elevator。好，走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谁叫你变得丑了？那个电梯怎么念 ？Elevator 不是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有标准跟。安哥，你现在带我们来这边干嘛？吃饭啊。假崩啊！中午吃饭啊！你要跟大家说，安哥是为了我们吃饭的。对，他们还很吃哎、欸，是我们太饿了。真的是你太饿吧？你们都很饿吧？大家饿肚子，我觉得。很愧疚，来啊！不然，因为我现在还不会饿啊，然后饿饿了，饿了饿了。好了，安哥说不饿，我们就不饿。那大家就是一直讲到最强高中生，都一定会讲到陈信安。好，你自己对于就是最强高中生这五个字怎么看？没有，最强高中生是这几年才开始的。我们那时候哪有最强高中生呢、啊？现在大家就是，比如说那时候讲高中好，然后就是大家就会开始吵说，那陈信安那时候最强啊。好、啊，你自己怎么看？我觉得最强高中生，我觉得就是对小朋友会是一个很棒的称赞，但是他就是双面刃嘛。我自己会觉得哪有什么最强的高中生，每个人都是最强的高中生，可是最后冒出头的都是愿意坚持下来的那几个，还是要不要被太多的诱惑就远离目标，越来越远就好。嗯。